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汽车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，日职联神户胜利船对战川崎前锋。评论区和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分别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神户胜利船近况相当一般，球队近六场仅取得一胜，防守端着实令人堪忧，毕竟球员老龄化会导致移动速度方面稍微显慢。前方近期也有些起伏，在遭遇两场不胜之后，上轮以5-0比分血洗清水相较，球队在进攻套路还是比较丰富的。本场比赛开出4-1，川崎前锋的优势得到体现，日职领头羊拿下此战不成问题。本场推荐川崎前锋0.75。想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清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哦。